晚上好，Hello，看一下，怎么这么暗？谢谢真正的单腿的秋天奶茶，谢谢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拜，什么拜拜？嗨，今天就是没有。说错了，跟你们说嗨的时候，然后说成拜拜了。对，我感觉今天这个角度不太对，怎么感觉我这么暗？整个人就非常的暗，是吧？今天就是跳了预言，谢谢 A 腾的大神。对，我是当时就是非常快的速度冲上了楼。嗨，谢谢 DYS 的圣诞帽，不是吗？因为我觉得它很搭我这个毛衣，你不觉得吗？就是非常的，非常适合。你就这样，谢谢范公举的平安果，私书好什么呀？我私书是，私书是一个意外。对，它是连体的，它可以这样。谢谢阿宇的大神，可以这样，就是过冬天，是吗？上海，我觉得还行。今天那个夹金真的太为难我了，还是让水水来吃饭，真的很难。对，愣住，没有想到这个书，因为我们每次打开书都是噔一下，然后没有想到它。它分离了，就是书跟那个书什么的，是啊，大家难道听了不心动吗？觉得差点那个什么？谢谢魔法少年邓慧恩的大闪，谢谢咩咩木的圣诞卡片，谢谢你的圣诞卡片，因为实在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要说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说就是大家不会。不会觉得有什么，对，心不会动了。听完，谢谢藤井树不睡觉的圣诞帽。是的，就是因为它是跟我这个毛衣很配，所以我想要用来保暖。对，他底下的人都已经说心梗住了，他们更有 MC 效果，因为。我靠！我平时就没怎么说过这个，对吧？谢谢百靠的圣诞帽，所以就非常的突然，很美丽的熊，哈哈！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苹果，谢谢铁锅炖猛派派猛的麋鹿胸针，谢谢皮卡丘气球的麋鹿胸针，谢谢科学家的 ZX 的圣诞帽。对，今天是小熊。谢谢深宅 blue 的平安果，谢谢黄瓜文章的糖果和圣诞帽。然后这个暗科学就是我之前说的，我说我跳过，但是没跳过 C 位的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这边谢谢范公爵的糖果，谢谢黄瓜文章的平安果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这边长了一颗痘，它特别的疼。然后我贴了个痘痘贴，就是那种熬夜会起的。我这两天不是睡得不太好，然后就长了这个。谢谢牛牛奥利奥的圣诞帽，谢谢威少背锅的大闪，谢谢王老师叫凡凡的圣诞帽，谢谢防伪标识的麋鹿胸针，谢谢 nice 九的平安果，谢谢 madman 的巧克力。对，还是遮着的，就是它这边没有特别黑，但是还是也有点黑。在复习私塾了啊，别复习了，就有点尴尬。2024后面我在想，是这样的，我每次跳，不对，是因为我们地板真的太滑了。我2024差点滑倒，你们可能没看出来，现场的可能如果一直盯着我看的可能会看出来。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大神，
因为真的太滑了，那双鞋也滑，地也滑。我跳完踢腿那个动作，我整个人差点这样搓倒，但是我站住了，我就只能用笑来掩饰尴尬，真的很尴尬。我今天滑了好几次，对，今天还抱着小树逗我。谢谢小灰灰 Gary 的圣诞树，谢谢你的圣诞树，谢谢魔法少年叶之恩的大神。这个究竟有多少个号？究竟有多少人是魔法少年？因为我记得还有一个魔法少年王富贵的，就到底有多少个魔法？请问，往下看还有，对，不是，就是真的很尴尬。点名的时候还恍惚了下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今天人，我后面应该有三个人的，但是还有一个，哦，还有一个那个，哦，原来这么多人都是魔法少年，我们都是魔法界的，而且这个痘真的还很痛，我今天真的决定不熬夜了。谢谢珍妮今天一夜了没的生日蛋糕。说起生日蛋糕，就想起来今天秋日还问我，哈哈，要过生日了吧？我说，这个话题并不是很快乐。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麋鹿胸针，对，我要等外卖到了我就下播，多一分钟都不跟你们讲话。哎，今天来不了了。对，因为老一岁，我真的不想过生日。然后我妈今天也跟我说过生日，然后我就真的不想过，但没有办法，大家都要过生日的。所以说，既然你们也过生日，那我也过生日，那我就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了，大家都一样。我老一岁，你们也得老一岁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我就不难过了，嘿嘿。难道不是吗？哈，对啊，别人每年才过一次，我也每年只过一次。但是，哎，我真的不想我的生日公演在1月份或者是2月份，我觉得我就要12月份。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既然已经这样，既然事已至此了，既然12月就是年底那么多事情。唉，既然年底那么多事情，对头，完全12月没得希望。哼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歌，我的开场的第一首歌真的很适合12月。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。对，因为今天我觉得很适合这个毛衣，这个帽子。先私底下好啊好。对呀，今年年底不是说有一个两场特殊公演吗？他们是吗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队啊，反正就是他们有公演，就是那种特殊的嘛，不是？然后年底咱们肯定还有那种年底的公演，肯定就因为肯定有跨年什么的，然后肯定就忙不过来，没，我就办不了生日公演。气得我已经没有表情管理了，也不是生气吧，这也不是，是很无奈的事情。哎呀，真的很无奈呀、啊。那没有办法，只能我到时候演的时候，你们也会感受到这是冬天吧？因为我真的这我这首歌真的好受冬天，我真的好难过呀。就是为12月而生的这首歌，我真的觉得。唉，不是啊，是跟这个月份有关系，所以就，唉，所以说希望，因为我一直觉得一月份呢，它的意义就是代表开头，代表春天，这怎么能跟冬天一样呢？家人们，不一样的，哎，我怎么突然？好记一话了，这两天跟他待久了，就会老说家人们，就是说，咱就是我已经中毒了，我现在没有，就是我觉得一月份就是有一种这一年开头的感觉，我就觉得马上就要春天了，我就觉得这是春天，我就会觉得跟我生日想演的这首歌不符，因为它是春天，
所以说，如果我真的是1月份或者是2月演，你们也要觉得非常寒，你们到时候人人都给我穿羽绒服过来好吗？你们全都穿羽绒服，以对我这首歌的尊重好吗？因为我这个就是12月的东西，到时候你们人人穿棉服、羽绒服，然后穿超多，带围巾、带暖水袋、带暖宝贴，然后就是。不来了，在家也要穿棉服，带棉水袋，带暖宝贴，然后戴帽子，然后拍个反图发在超话打卡，不然我就当你没有看我生日公演。哎，真的太难过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就是对呀，计划跟不上变化，这谁能想得到呢？然后我们就只能等休息啊！我这个痘痘真的好痛，大家真的不要熬夜，不然就会长那种很痛很痛的痘痘。然后我今天还跟阿姨点了火锅面，我说阿姨我要吃火锅面加煎蛋，然后阿姨说火锅面很辣的，我说没事儿，我就想吃，然后我真的被辣到。本来起痘痘就不能吃火锅面，然后我还要吃，我说我真的想吃，然后就吃了，然后我就活该了，我就活该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但是我就是对，但是真的很好吃，你们不知道火锅面有多好吃，火锅面太好吃了，你们不晓得。里边还有香肠，这个直播间很冷吗？对，现在在下雪，你们看不到吗？我头上全是雪花片片，你们居然看不到吗？在下雪，我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吧？谢谢牛牛奥利奥的圣诞卡片，谢谢你的圣诞卡片。对呀、全都是雪哦哦，这哦对哦，这个卡片是有雪的啊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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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看到雪了啊、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我就说怎么突然送我礼，就是下雪了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奇的圣诞帽，谢谢狗狗是你妈的巧克力，谢谢空有不二的玫瑰花，谢谢兔兔是你的大傻，其实我现在真的很想干一件事情。我真想把空调关了，生日到明年，对，真的像这个推迟联系啊，麦麦麦的米鲁兄，真谢早睡早起的鹰的糖果，谢狗狗是你妈的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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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 CZ 的圣诞帽，因为好近在我屋刚刚，然后他刚刚走了，你们可能没有听见吧，但是是把空调开着。我现在真的好热，但我又不想摘掉，我觉得这个小熊很搭配我今天的样子，看今天特意搭配的，谢谢从不掉链子的链子的麋鹿熊真，谢谢小仙子哆啦 A 梦的圣诞帽，然后呢我就是懒得去开，但是就在这苟着，我能忍就是能忍，对啊，今天可能我今天去剧场的时候也是这个打扮，但大家肯定通过绿口罩肯定能认出来我，哈哈哈，是吧？我这个打扮确实是比较有一点点可爱吧，就是因为这个耳朵，对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哎呦，给你们表演一个东西，这是我买了好久了。但是之前就没有口袋了嘛，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。我想给大家吹一首冬日。感受一下啊。
哎，这个调哪来的？我找调调。谢谢赛娜和小鱼仔的大神。你们听出来，能不能听出来是雪花盛开手里，心底涌出暖意？没有孔。谢谢真正的赞，你要用这个谢礼物。你能觉得我在谢谢你吗？不觉得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听不出来的呀？怎么让我给你们谢？谢谢百科的大人，谢谢腾讯叔叔家的大神，谢谢皮卡丘丘的秋天奶茶。我真的追逐梦想的十个大神。等一下，大家先不要给我送礼物，我先来把它吹一下《哈利波特》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我再吹一下。我找个调，找到调了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就是。怎么还催我下播呢？这才十一点半啊！我看看，哎，我怎么嘴里吃到头发？然后，让我来看看。就是，我再吹一首 single， 结吧。我呀，你呀，有我呀，你呀，啊！然后就，是吧？可以跟我这个唱。怎么再吹蛇来了？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可能把蛇吹出来嘛？吹得很好，我知道你们，谢谢你们的鼓励。我们先来找调，我觉得找调很重要。哎，是不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？我看。都有点高啊，那我们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，那我们弹一首。啊，看是吧？天才，天才，哆来咪咪来哆，哆来咪来哆，看，找到调我们就知道，嗯，有进步。然后我们再吹一个有调的。这什么歌来着？我刚刚吹想起来了，又忘，吹完又忘。
这是我刚刚自创的一首原创曲，大家，这是我新的原创曲，听到了吗？它叫魔笛，它名字叫魔笛。掌声！明天就上传音乐网站。谢谢坐看云起的大神，我刚刚是想连麦的，但是我刚刚那个喇叭吹的不是很精。好可爱，我看见了菜狗。他在对我吐舌头。我给大家吹，马上圣诞节了，我给大家吹一个圣诞歌曲。是吧？它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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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笛大师，等一下，我再说一下。谢谢，好想吃卤肉饭的圣诞树，哒哒哒哒哒，谢谢你的圣诞树。我要再认真吹，我刚刚都吹出来了，好开心。我刚怎么吹的？啊，差在最后一个吹。天才，把我天才打在公屏上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挑战下一首歌曲啊，这个就是对你这个音乐的这个，就是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天赋。来，我想，谢谢 DYS 的大闪，我看还有什么歌。雪花盛开手里，我这个就知道掉了。雪花盛开手里，雪花盛开手里，雪花盛开手里。怎么成了雪花盛开手里什么呢？这是雪，这是雪，这是雪花啊！等一下，
雪花，这是雪花，大家。雪花，你看他在唱雪花。他怎么不上手里呢？谢谢心动有你的圣诞帽。我像个残疾人，像那种卖艺，但是我说不了话。谢谢魔法少年或者大神，我现在在用这个来找准。哇，仿佛听不到，我是那种不懂乐理，仿佛听不到声音的那种。差不多了，雪花是看手里，是吧？你看，还差不多的，雪花是看手里。谢谢啊，买了个小风车的圣诞帽。你是在，你说这个啊，买了个小风车是在逗我玩吗？哎，榜一怎么在动啊？呀，怎么是我跟亲戚？谢谢一顿三熊猫的平安果。谢谢啊，买了个小风车的糖果。你指望我怎么读呢？我今天小风车我已经尽力了。哎呀，好难吹呀，真的好难吹呀。我吹吹凄凉的歌曲吧，吃头发了。看多难受啊，我真的真的好难受，就是现在就是一整个难受的状态。我再给你们吹一个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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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笛子可以这样吹，你们不知道吧？你们就是不知道可以这样吹。我给你们吹一个，你们无语啊，怎么在我表演才在节目的时候外卖到了？我吹一下冬日。妈，全损音质，我嗓子怎么哑？哎，不是说12点送到吗？他怎么不准时呀？我外卖就是订的12点吃，12点到，他怎么不准时？他怎么不准时？我就是要12点才送到，他怎么现在才11:47就给我送到了呢？哼。搞什么？哼！因为他早到了，打扰我吹笛子了，很泄气，我现在很生气。我笛子吹出了我泄气的声音，谢谢早睡早起，好盐酸的巧克力。我现在音效就是这个声音。谢谢范公爵的巧克力。虽然我也饿了，但是我感觉我今天还没怎么说话，没怎么说话就到了。希望大家今天记得我的样子。我今天是小熊。
来日方长 ，OK。大家不要太想我，再见了，谢谢。啊，买了个小风车的平安果。再见，我今天啊买，我今天要拍那个抖音，我今天要拍一个抖音。我先不跟你们说拍什么抖音，反正我今天要拍一个抖音。拜拜。不是光剑哦，光剑我可以这样，掏出一个笛子，可以这样子。光剑掏出一把笛子，开始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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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子，哈哈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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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叔叔跟你们再见，快跟他再见，你不跟他再见，他是板牙先生，我叫他板牙先生。再见，再见，大家。今天还没有给你们看心情章鱼，为什么它是蓝色的呢？因为我今天是蓝色的，所以我搞了个这个。拜拜，再见，我不给你们废话了，再见。